开发村门住小吃街这个地方，火锅店下不下锅，一边看完火锅底料有老吃哈。在那个潍坊的开发城有一个连锁那个火锅店叫峡谷，峡谷吃了有10分钟8分钟了吧，我老婆在这个火锅里边捞的时候呢，突然捞起来一只老鼠，一直到现在吧，反正也没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，但是我们以后今天我们一再要求吧，一直到现在我们以后已经到医院了，想先做一下检查，但是因为这个检查像老鼠这个瘟疫啊什么这些病毒啊这个东西，有可能说你当时也不可能检查出来，给他们要个说法吧，他们就是因为他是个直营店，然后呢这边呢人就推脱，就是我们做不了主，要让上面以后来处理。我们告诉你这么多，然后我们那个客户会有人跟您联系，好吧。